把手挽住我的胳膊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要装恩爱吗？怎么现在说话不算话？做戏呢就要做全部，乖。哎，你说哪个人是我妈派来监视我们的？哎呀，我在观察嘛。哎，把头靠好，等一下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你说我们还要在这儿待多久啊？我会观察嘛，别担心嘛。可是我担心。我们小雨学长，楚耀，我们两个来合影好不好？情侣自拍。啊，好啊。一二三，你好帅呀，楚阳！再来一张。再来。你觉得他们两个是来？他们当然是来摊牌的。摊牌？那我可要把它录下，历史性的时刻，将来等他们婚礼，我再把这个发出来。结什么婚啊？他们肯定是来分手的。分手？小雨学长，真的假的？上次我说的话是很认真的。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要你出来。玉洋洋，谢谢你。但是你看玉洋洋脸色那么差，一定是江念宇拒绝了他，然后他会说不要再说了。小雨学长，你不用急着立刻回答我的，反正我已经喜欢你那么久了，我不介意再多等久一点的。我觉得你还没有想好，你还没有想好，所以你是于洋洋肚子里的蛔虫吗？小白莲花这点台词不用猜我都知道。佩服佩服。我不会接受你的心意的。看到我流眼泪的样子，所以拜托你先离开可以吗？那我先走了。江念宇竟然这样对于洋洋，我要去教训教训他。喂，去哪儿？喂，于洋洋都哭成这样了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快去哄他。什么机会？快点啊！去呀！你。知道，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他要对我这么残忍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没事了没事了啊。江念宇，江念宇，喂，怎么？我看于泱泱挺好的，你怎么拒绝人家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想跟我说什么？哪天啊？就在演出结束的晚上啊，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。我忘了。忘了？那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会忘啊？既然忘记了，应该不重要了。停车。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再见。说什么？为什么你什么都忘记了？难道我在你心里就真的这么不重要吗？你为什么不给我回应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你跟个冰块脸一样，讨厌死了！我掐死你！你倒是跟我